老广告你记得几多？家阵有得睇啦。如果睇到牛奶味，朱古力味无敌奇。达到朱古力味翻翻嚟，牛奶味又唔得。呢啲咁经典嘅广告，真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嚟噶。所以动画制作人协会搜集咗过百套呢啲动画广告，七月起公映啦。香港最早的片差不多由60年代初期，即是61年1961年到已經開始有一些很全面的廣告製作。一個廣告的製作費是不便宜的，因為當時的動畫全部是人手畫出來的，一格一格地畫，所以一部經典的廣告它會播很久的，播十年八年的分分鐘。他說有些動畫公司已經執了粒，但好彩，大部分都揾得翻。零舍有色香味，连食物。到时仲会展出埋画稿、分镜同设计图，爱怀旧嘅你要留意啦。